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白话文史栏目，我是栏目主播悠然。创作不易，如果您觉得本栏目还不错，麻烦您按一下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和小铃铛，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创作的动力，谢谢。三国演义中，赵云是个当之无愧的超级猛人，无论是什么战场，只要他出马，那必定是马到成功。长坂坡之战，面对数万曹军，赵云毫无惧色，最终成功地救出了刘禅，令天下震惊。这是多么强悍的战力，才能视曹营猛将如无物，保护刘备入江东。面对吴人的咄咄相逼，赵云大胆显露武力，成功震慑住了东吴众将，护住了刘备的安危。汉水之战，赵云为救黄忠，孤身杀入曹军，整个曹营无人敢挡，强如张合、徐晃都不敢接赵云一招，足见赵云是多么的强悍。在三国演义中，赵云就是一台完美的杀戮机器，他一出场注定是无人能挡。然而就是这么勇猛的赵云，最终却在姜维手中吃瘪了。当时诸葛亮派手下假装魏将求援，准备骗出天郡的魏军，然后让赵云去袭击天水郡。结果当赵云赶到天水郡时，却赫然发现不是敌人中计了，而是自己中计了。原来诸葛亮的这个计谋早就被姜维识破了，赵云兴冲冲地前来夺取天水郡，结果却落入了姜维的圈套。姜维让太守假装带兵出城，然后引诱赵云前来进攻，之后又让太守回军夹击赵云，从战略计谋上完全碾压了赵云。除了计谋上的获胜，姜维在武力上的表现也令赵云大吃了一惊。原文：云挺枪直取姜维，战不数合，为精神倍长，云大惊，暗忖曰：谁想此处有这般人物。虽然姜维和赵云只交手了几个回合，我们无法看出姜维武功的深浅，但我们从赵云的评价来看，姜维的实力绝对不俗。赵云那句“谁想此处有这般人物”，翻译成我们现代的意思，就是感叹姜维的厉害，没想到会在陇右碰到姜维这么厉害的人物，连赵云这种猛将都赞叹姜维的武功，这足以说明姜维的武功非常强大。赵云败退后回到诸葛亮身边，又一次夸奖了姜维的武功。这一次他是这么说的，赵云又夸奖姜维枪法与他人大不同，不过当时的赵云已经年老，战斗力下滑严重。就在不久前的凤鸣山之战，赵云遭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惨败，被围困在凤鸣山无法突破重围，不得不仰天长叹，武不服老，死于此地矣。可见当时的赵云和长坂坡的赵云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状态了。英雄迟暮，赵云毕竟是老了。加入蜀汉阵营后，姜维的发展还是不错的，战绩也是比较亮眼的。他曾数合战平张翼，两回合击败陈泰，一回合刺倒徐志，三四十合平邓忠，数十回合平邓艾，看起来表现还不错。但是三国后期的这些猛将战力和三国前期的猛将完全不是同一个档次，所以通过这些人来对比，只能说明姜维确实很强，但到底强到了何种地步，还是无法做出合理的推论。不过我们从诸葛亮对姜维的任用来看，倒是可以推测出姜维的真实武力。建兴七年，诸葛亮再次出兵北伐，司马懿带领张合一行人抵挡诸葛亮。在战场的运筹帷幄中，司马懿不是诸葛亮的对手，于是他采取坚守不出的方式，准备耗死诸葛亮。诸葛亮见司马懿不出来，也不敢前去进攻曹军营寨，于是准备使用诈败计，引诱司马懿追击。诸葛亮知道司马懿狡猾，即便前来追击，也会让张合等人做先锋，他自己领兵紧随其后，所以要想击败司马懿，必须先以伏兵截断魏军的前部，让司马懿看到伏兵，司马懿才会紧随而上。若司马懿看不到伏兵，必定不敢全力追击。在诸葛亮的这个计谋中，截断魏军的蜀军伏军本质上是一个鱼饵，专门引诱司马懿上钩的鱼饵。
既然想要骗过司马懿，那么这支伏兵的战力必定要非常强大，不能轻松地被张合的前军给打败了。所以率领这支军队的猛将必须要勇猛敢战之辈，不能逊色张合太多。张合乃是曹魏猛将，战斗力非常强悍，在诸葛亮的心目中，抵挡张合的最佳人选乃是魏延，所以在宣布了作战意图后，诸葛亮直接以目视魏延，想要魏延主动请战，结果魏延怪罪于诸葛亮没有听他的子午谷奇谋，导致第一次北伐大败，心中还在赌气，所以对诸葛亮的暗示视而不见。魏延的操作令诸葛亮非常尴尬，幸亏王平主动解围，表示愿意率军抵挡张合，令诸葛亮大喜。王平请战之后，张毅也主动请战，结果诸葛亮说了这么一句话，原文：言未毕，一将出曰，某愿往之，众人视之，乃前军都督扶风太守张毅也。孔明曰，张合乃魏之名将，有万夫不当之勇，弩非敌手也。诸葛亮认为张毅并非张合的对手，但张毅仍然执着请战，且蜀中的其他人并没有主动请战，于是诸葛亮只能让王平和张毅配合着一起出战，希望集二人之力能够抵挡张合。看完诸葛亮的这场作战安排，我们很明显的可以发现，在诸葛亮的心目中，其实抵挡张合的最佳人选就是魏延。从诸葛亮的这场作战安排可以看到，在诸葛亮的心目中，姜维的战斗力是比不上魏延的，无法同张合抗衡。这一点我们从诸葛亮的临终安排也可以看出。诸葛亮和魏延的矛盾其实很多人都看出来了，火烧上方谷，诸葛亮之所以让魏延去引诱司马懿，其实就暗藏一并灭掉魏延的心思，他早就让马岱把上方谷出口给堵上了，准备把魏延和司马懿一起烧死，只不过没有成功。在诸葛亮临终前，他专门安排马岱潜伏在魏延身边，目的其实就是在魏延反叛时出手斩杀魏延。而从他这一安排也可以看出，在诸葛亮看来，姜维仍然并非是魏延的对手，不然诸葛亮何必把马岱安排在魏延身边，直接让姜维上就行了。诸葛亮死后，杨毅和姜维率军撤退，魏延出兵进攻杨毅。面对魏延的进攻，姜维没有立马出战，反而是一通抱怨，魏延勇猛，更兼马岱相助，虽然军少，何计退之。从姜维的反应来看，他自己也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打不过魏延。而得知杨毅和魏延爆发矛盾后，刘禅也曾做出过这么一番评价，后主曰，魏延乃勇将，足可拒杨毅等众，何故稍绝战道？刘禅说，以魏延的能力，完全可以击败杨毅、姜维等人，是没有必要烧毁战道的。这说明在刘禅看来，魏延的战斗力乃是当时的蜀汉第一，姜维并非其对手。综合蜀汉方面众人的评价来看，姜维虽然是个不可多得的猛将，但他的战斗力确实比不上魏延。在整个蜀汉，姜维最多只能排名第七，位居五虎上将和魏延之下。而如果放眼于天下，那么姜维的水平只能算是个还不错的一流水平，他还远远达不到顶级水平，毕竟他连魏延、张合都打不过。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请您别忘了按一下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和小铃铛，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下期节目我们再见。